喂，喂，谭老三，我谭小四，你宝贝儿子，我到了啊！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回去呢？啊？你到哪了？你等会儿啊！哎，美女，方便加个微信吗？带你吃鸡啊？不方便。不是，哎，干都飞机场啊！你个倒霉孩子，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你跑这干什么？我在家里，我天天跟我奶奶待着。我奶奶让我跟老吴学记账。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对数字反感。我听说我三哥被抓了，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，好不好？这老吴也是你叫的，啊？这臭小子，你真没大没小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就现在，马上，给我滚回去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。回不去了，我没带钱。哎呀，我生气，我生气，本上本身就是一场戏。不用问我都知道，小四儿来了，对吧？你说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？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臭小子？这辈子也没少造孽。你看你什么样，你还老说人小四儿，别老说孩子啊。多找找自己的问题。我有什么问题？你看看我们家老大。你们家老大？你们家老大是你亲生的吗？这不是我亲生的，是你生的。亲生的他不愿跟你姓。哎，去去去去。嘘。行了，姐夫，这龙生九子啊，各有不同，总不能个个都像你们家老大似的出国留学念博士吧？小四儿挺好的，我挺喜欢的，真的。哎呀，现在啊，瘸子也死了，月亮受了伤，正是缺人的时候。小四儿这个时候来，正好能帮上忙。这用自己人总比用外人强吧？老夫人这两年没少历练他。他要是真喜欢干这行，就让他干吧，至少有咱们在旁边看着，不会出太大危险。这好话赖话都让你讲了。哎，我也是，走吧，去接着臭小子去。哎，行。哎，老肖，我被跟了，你是不是说漏了？小磊的手机被下了钉子了。那车牌查到了吗？车主叫王根生，2个月前车被盗了，派出所有备案。你看到的那个人应该不是他。看来他们有备而来。马队这个人不好对付，你要小心点。我现在往东郊去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
干嘛的？嘿，有钉子，快来人呐！收拾东西。见鬼！敢听雷，兄弟们，我抄家伙干的！人呢？什么人啊？哎，姐呢？哎，人都打上门了！我操！人打上门了！我杀！我干他！别走！人呢？什么人啊？戴金链子那个。啊，这我们黑道的都戴链子，你找的是谁啊？现在疼啊！药吗？什么药啊？好，别打了！我带你去，别打了！